Thank you.
炒饭，还会给你6块钱的炒房卡，还会送你十个芝士。
吧，但是后边有个鼓，也是乐器。
想听的道具。有一个孔令鼓。
鸡贼！我说吧，你那个香蕉就不开始就不用送，你过到三星再送不好吗？
乔伊把人一下思想吧，你来太晚了，真杯子都要缺完了。
看了眼，居然敢说我们老宁抠，一脚给你踢飞。这是我老年的520小星星被逮住，送了一波小星星，谢谢老年，老年真帅，聊表心意。是想给他送给兔子和温妮的，结果他俩一个都没开播。
还有十分钟过期，定了个闹钟给自己送的。谢谢六月哥，六月哥大气呀、啊！谢谢六月哥，帅呆了。你们送礼物的想听什么跟我说啊？电脑带不动，等我换了电脑再高吧。啊，等我换了电脑再调画质。现在电脑显卡不行，带不起来。等我攒攒钱换台电脑。那也一百出一个泡泡枪也很牛，很牛了。无力。转了还裂开。Thank you.
听。敲的，行。去来，四星没有指望过四星呀，过个三星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保底，我还谢谢明明宝哥，谢谢明明宝哥哥的小心心比心，谢谢大家帮我过三星，么么鸡，么么。
再给你来一遍。谢谢，迷你宝哥。星星和纸扇，谢谢细如人生的小星星。迷你宝哥还有想听的吗？Thank you.
每天来我直播间催我们开车队，不然老想不起来。下一个等一下，这个头发有点压压脑袋，压耳朵，调一下。头发压着我的耳朵，好难受呀。
只关灯。喜欢吃什么罐头呀？在我们东北，有一种礼仪，就是你如果生病了，或者住院了，或者过年过节了，都会给你们上衣。你看看，水果罐头。最高礼遇了，不能再多了啊！已经到位了，狗吃了都摇头。
次颜色区分的那一块，觉得这衣服挺好看的。
小基本上是控制长短的，跟神仙关系不大。
下来吃羊羊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6/18了，会有很大的福利，你可以看一看。6/18购物节，再等就双11了。你是天秤座吗？睡一会儿。我们家小车有点熬不住了，睡眠年纪太大了，今天看他状态很不好。
肉呀，夹起来没二两肉，肉还储备呢。倒也还好，这只小翠已经活得很久了，已经非常年纪非常大了，它已经活了六岁多了。一般刺猬最多能活七年，我这已经很老了，这只刺猬。香猪其实挺聪明的，今天这个是汉服，汉服不喜欢冷血动物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洗头。洗头的话需要换个麦风，大家稍等，我来换个麦克。反正有的龟的品种挺不好养。我小的时候养过龟，养了几年后来死了，先买了一只大一点点的，又买了一只小一点的，然后那小一点的喜欢爬
上。是你们的女王陛下，羊鳖，你们吃过鳖吗？我没吃过。吃的少，是啥？还有鱼浆。那种普通的小白兔能长好大。行，养的什么兔子？
生长得很快。跟我小时候似的，我有一年暑假，我们家邻居有一家是开孵化站的，我说这小鸡好可爱，他就送了我七只，很珍惜。放暑假的时候就出去割野菜。鬼那玩意可不行养呀，晚上好，这都能吃啊，还可以。啥都吃，
置。对呀，相当于好大一只。养那种特别大的锦鲤，金枪鱼，金枪鱼得养不了啊。可能是公园的小池塘。这种东西太容易死了。
是挺吓人的。微风哥有想听的道具吗？我小的时候会梦，我小的时候梦游大概也就是睡觉的时候方了个个儿，上面是一个反面，长大就没有过了，小时候会。知道。Thank you.
见你。要我也懵呀。晚安，学弟，晚安。
你快问问。爱心糖果，也算不出来这个特效，今天好像特效卡住了。今天特效卡出来，出不来。Bye, my friend.